知影，对阮求爱，当是两个兄。一个对着事业真打拼，一个永存有志有名声。真情对待阮，门当户对天理的人君哦。予阮心内想着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难分分。安排，愈想也是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。心内的事无人通知影，对阮求爱，当是两个兄。也真打拼，一个永存有志有名声。两个拢是真情对待阮，门当户对天理的郎君哦。予阮心内想着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。算来两个阮人有意爱，如何打算袂嫌通安排。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道。